今天晚上的压轴嘉宾是黄伟豪，是我跟我从2018年走全国中国巡演，一直跟着我。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一个孩子，他从来都没有放弃。我觉得你真的是过得越来越好，我就不话不多说，我希望大家给到今天压轴嘉宾 Simo 最大的尖叫声。来，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，那么就直接来好吧，这首歌叫《路人》。是我们的第一站，但是昨天我个人的表现可能稍微有点紧张，但我觉得虽然紧张，但也是帅的啦，就是有一些忘词的一些失误吧，大家可能听不太出来，但是就我自己知道，我就记录一下，下次不要忘词。今天在演出之前，我就做了50个深蹲、50个俯卧撑，上台演出之后就觉得会自信很多。这也是一个要点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上台一定要热身。加油 ，C to the V to the O， 洪伟豪在这里 ，Yes sir， 拜拜。